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呢还要准备一些就是 counters， 就是放进去的东西，什么都可以的。王老师，你要这个还是要这种？嗯，我要这个小的。好，那我用大的蓝色的用的啊。好，第一个，王老师你抽一个。这个是什么数字知道吗？这个是九。九是什么？九是什么东西啊，王老师？ Nine。 Nine。 我有没有啊？九没有。我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王老师有没有？有。我有九。 OK， 那你可以放一个小的东西放上去。好，我有了。好，下一个五。什么是五？五是 five。我有五，你有没有五？我也有啊、哦，我也有五。好，那我就放一个蓝色。王老师，王老师已经有两个了，我只有一个。那快点了，又到你了，你可以抽了。好，再抽一个。嗯，这个是六。六是哪一个数字啊 ？Six。Six 啊，我有啊，王老师。我也有。好，我也有一个。还有呢，我现在就说了，嗯，你有没有八？有没有八？王老师，八有没有？我有，哇，我也有，啊、我也有八。好，好，又到你了，王老师。谢谢，我又抽了。哦，这个字，这个字是十。十 ，ten。ten， 你有没有十啊？我没有。我有，耶！我有十。好，然后到我了，我也抽吧，抽了你就可以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一二三，你有没有三呢、啊？我没有，你也没有，我也没有三呢、欸。哦，好，再来，黄老师，你再来一个，我来抽一个。好，好、哦，这个是一，我有，我也有。好，好，下一个是我来说啊，嗯，王老师，你有没有这个？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七，七有没有？我有。哦，李老师，好棒哎，差不多了。我有，有，我也有。好，那你又来抽一个吧。还是我抽。嗯，一二三，二。二，我也有哦。吃，我看看王老师，噔噔噔噔。王老师，你抽一个，我也差一个。哦，对，我还有一个没有。对，我还差一个，一个是四。我们两个都差四啊。要是你先抽到，我们来剪刀石头布吧。好好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我去抽。好，你抽吧。五、哦，不是四，没有。你来，好，我来。这个是七，我们已经有了，不对。哦，看看那个，哒哒哒。哦，王老师先抽到四，好，四，我也有四，但是他先要说什么东西，我们现在说。Bingo， 耶、yeah, ！我赢了。Bingo， 但是王老师先，所以王老师赢了。好，在家里呢，小朋友你们都可以自己做，然后呢，跟你的爸爸妈妈或是姐姐一起玩。再见。